什么？干嘛？你在吃彩色铅笔？你说什么呢？没有啊。你什么？我没看错吧？你在吃橡皮擦？太可怕了！不行，我去告诉老师。哎，花叔，啊，这个不是橡皮擦呀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Summer。今天的 Summer 要和大家一起来做非常神奇的可以吃的学习用品。那么首先呢，来看看我书包里面都有些什么样的学习用品吧。首先来打开我的书包，彩色铅笔、板子、橡皮擦、尺子、固体胶、铅笔和圆珠笔。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学习用品比较好呢？让我来想一想，开动脑筋。冰，好，现在已经有了答案，那就是我要做尺子，做圆珠笔，再做一个橡皮擦，再做一个彩色铅笔，最后我还想要做这个铅笔上这么一丁点小的橡皮擦。那么就开始吧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来制作可以吃的橡皮擦。我这里准备了一个真的橡皮擦，一定不可以吃哦。接下来呢，一定要洗手，对不对？手是干净的，我已经洗好手了。接下来呢，我还准备了四颗牛奶软糖。那么现在就开始制作吧。小朋友们，大家知道吗？真正的学习用品一定不可以吃哦。首先，我们把牛奶糖捏起来，然后用擀面杖。接下来呢，捏成长方形，加上橡皮擦的包装纸，把不需要的部分切掉。噔噔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很像真的橡皮擦呢？哇，真的是一模一样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做这个铅笔后面这么一丁丁小的橡皮擦，那么就开始吧。 Let's go。 首先呢，拿出一小块牛奶糖，把它呢捏成橡皮的模样。哎呦哎呦，现在是不是变得是长椭圆形的呢？把不需要的部分切掉，放到铅笔的尾部，再捏成橡皮的模样。把这个边缘也要捏起来哦。完成，是不是特别像模像样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制作就是尺子。首先拿出11块软糖捏在一起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需要擀面杖再把它搓成尺子的形状，再用黑色的色素画出尺子的刻度。哦，真的好累啊，数字特别多，是不是？噔噔，可以吃的尺子也完成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制作非常漂亮的彩色铅笔。首先把彩色铅笔的笔芯取出来。对了，大家知道吗？这里面的笔筒啊，一定要消毒哦。Ready go。 首先呢，拿出三块软糖，把它们捏成一个长条形，来一起揉搓一下吧。接下来呢，把多余的部分剪掉，再放入已经洗干净的笔筒里边。哇，彩色铅笔就完成啦。是不是和真的一样呢？最后呢，我们要来制作的就是圆珠笔了。这里呢有一个圆珠笔，咱们先把它解体。接下来呢，就把这个棉花糖穿上去了。嘿嘿，我的圆珠笔就做好喽。现在呢，我就用我这个糖果圆珠笔来写点字吧。
好了，今天 Summer 就和大家一起做这个非常神奇的可以吃的文具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如果觉得非常好的话，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还有订阅哦。好，今天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在很久以前，小伶坐着干嘛呢？你还不知道吗？在读童话呀。童话，去微信搜索吧。